喜欢的，我是这一个古板的人。那如果你的女儿十七呢？好啦，娘啦，阿妈你行啦。啊家走了，然后后面那个，我就是会这样。我看到那个阿妈在路上，你不是很恐怖吗？她站在那边，你是觉得她恐怖还是觉得她可怜？我觉得她站在那边很危险。喂。